好，郭老等一师下，好，嗯，各位亲爱的家人，澳大利亚还有马来西亚全体的家人，还有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跟大家表示一下哈，因为今天下午在这边有课程啊。所以刚才延误一点时间，现在可以开始正式连线来互动啊。好，来，现在可以开始 ，OK。好，郭老师好。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哦，能邀请到郭老师与我们答疑解惑。郭老师，我是云美啊，来自马来西亚哈。现在我代问一个学员的问题。好咯。他的问题是，一个人在静坐中进入空无时，是否要把一切的意识觉性变无？如果是，那么和沉睡或分明的人有何不同？这和我们认识的佛学中之觉不是相悖吗？如果不是，我们静坐时就要保持觉性，这又如何达到无意识境、无意识界呢？一个人在静坐的时候，进入空无的时候，是否要把一切的意识都修到都没有觉性了没有？事实上这是错误的，不是这样。那种空无那是断灭空，那种空里面它是没有生命力，它是空洞，这个叫断灭空。我们所讲的是空明觉，真正进入空的世界，那是里面一样有明觉的，那是有明觉的。因为你有明觉，所以你才能够起作用。我们进入空明觉是进入没有大脑思维，没有那些大脑的意识，所以是要把大脑的运作各种起心动念要让它止息下来，进入我们的所谓的明觉。这个明觉，如果你只是专这个明觉，如果你只是专注在某个地方的话，那变成是一种警觉，它不是真正的明觉。所以我们协助大家是要体会空明觉啊，这里面是有觉性的。OK。哦，就这样啊，师傅。对呀。这么简单，他的问题这么长，几个字就解决了，就保持空明觉就好了。不然你问的就只是问到这样啊。我想那个自信，你可以吗？郭老师。答到你的问题吗？可以，可以。可以啊。嗯，OK，明白，嗯。好，这样谢谢我们的咨询，也谢谢我们的郭老师的解答哦。好，现好。在第二个问题，我们有请特佩博士来代问。好。好，郭老师好，我是好。来自澳大利亚的特佩。我这里有个问题。我们澳洲现在尤其新冠病毒之后，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英文就叫做 mental health，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叫做心理健康。政府也不断地在提高人民对心理健康的意识。一些大型医院还有专科专门负责
这一块的。现在问题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也越来越多人有精神焦虑症啊，甚至忧郁症的状况。请问郭老师，我们可以如何用道德经所学帮助他们呢？感恩郭老师。好，这也是当今全世界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新冠病毒的全世界的传播，还有现在极端性气候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很多人他被关在大城市里面，他会增加很多的恐慌不安，因为各种管控严格之后，哇，大家又不能够出门旅游，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那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生活如何安定的生活下去，食物的供应啊，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会让很多都市人生起焦虑不安。再来，很多人在严格管控情况之下，他没办法正常的工作上班，所以经济收入就会产生大问题，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恐慌。再来，关在都市里面，就算他有食物可以吃，民生必需品也还可以，但是人在市区里面，在水泥森林的社区都市里面住一段期间，关一段期间之后，他的心情会很郁闷压抑啊，所以各种躁郁症焦虑就会出来啊。这是全世界越来会越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然心理辅导师的协助是有需要，但这些只能够治标。我们用怎么用道德经的智慧来协助大家？第一个，我们首先要让大家了解啊，极端型的气候还有病毒的产生，甚至现在进行了所谓的猴痘各种病毒啊，要知道这主要都是因为人类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严重破坏大自然生态。人类一直为了发展工业科技经济，结果呢不断的压榨地球母亲，不断的砍伐森林破坏生态，再来又制造很多的垃圾，很多的污染。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处在南半球澳大利亚啊，这个世界的事情好像跟我们无关。不是的，这些病毒世界极端型的气候灾难，那会是普遍性存在的。我在10年前在马来西亚那边就跟马来西亚的家人跟他们提出警告，因为马来西亚的家人他们会认为说，哦，我们在马来西亚得天独厚啊，没有台风啊，没有地震啊，那边好像一年四季都生产丰厚的食物农产品，所以他们认为马来西亚好像得天独厚。对，那时候会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候就跟大家提出警告，以后这一种极端型的气候引起的灾难，那是全世界性的，那是全世界性的。以前很多人认为，哦，澳大利亚的说雪梨啦，或是墨尔本啦，哦，那是世界算是生活品质比较高、比较宜居的城市，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但是你看2019年澳大利亚爆发出令全世界震撼的控制不了的超级野火、超级森林大火，烧掉十几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土地，这是世界的灾难啊。但是这些有没有唤醒人类啊？所以一般人
不知道说这些原因怎么来，然后只是看到哇，怎么灾难这么多，怎么疫情病毒又这么多，结果内心焦虑不安。我们现在是要能够如实来面对，所以道德经的推广很重要，就是让人类去了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宇宙有宇宙的运转法则，宇宙有运转的规律。所以道德经三十九章就提出，顺天之道而为，就会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背天之道而为，就会灾祸不断，灾难不断。你看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天地是有情，天地有天地的运转法则。我最近在讲课的时候也都有提到，宇宙有宇宙的运转规律，宇宙有宇宙的运转法则。人类如果不清楚宇宙的运转法则，很多的作为就会背道而驰，背道而驰，人类就会自讨苦吃，自己制造很多的灾难，更严重的会导向人类文明的毁灭。所以不要看到说，哦，表面上好像人类这一百年来，哦，整个世界都蓬勃发展，整个世界好像都很繁荣兴旺进步，这个只是物质层次啊，物质层次，但忽略了心灵的领域，忽略了文化的提升，结果世界被达尔文的错误观念误导。因为达尔文他的观念，他就是那种弱肉强食的观念，这一种观念它会导致全世界恶性的竞争。为了不成为弱肉，为了成为强者，所以世界各国呢就不断的啃食地球的资源，凝聚更多的资源，然后制造对立，制造敌人，然后不断的在冲突对立。所以那一种弱肉强食的观念是让人类文明倒退，让人类朝向野蛮，也把地球的资源啃食得更严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深入道德经的智慧里面去研习，你才会体会到重新来认识，原来地球是我们大家的母亲，原来地球它是有情有灵，皇天厚土那个不是迷信，那是真理实相。老祖宗早就把这个宇宙存在的真理实相，宇宙的运转法则告诉我们，可是人类被错误的观念误导，把这个地球认为它是只是一个矿物，只是一些元素组成，没有生命，所以人类对地球就欲取欲求，不断的压榨，而不知道说地球它是有机生命体，地球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所以这是人类教育的错误。所以我们现在要把道德经的智慧呢，我们不要盲信，不要迷信，但是我们要把大家要透过我们的求真求证去客观的了解，因为道德经所讲的都是真理实相，而且也告诉我们顺天之道而为，就会风调雨顺。大自然地球有地球大自然的运作机制，如果让地球的运作机制正常的发挥，正常运作的话，一定是风调雨顺。那会风不调雨不顺，极端型气候一年比一年严重，那都是因为人类破坏了地球本身的自动调控功能。好，当我们深入学习道德经，也把这个智慧传播开来，让世人了解，解绳人解铃人还要系铃人，人类制造问题，制造出灾难，这个灾难包括所谓的病毒还有极端气候，这是人类自己的作为所造成的。那人类要觉醒，人类要觉醒，重新负起责任，重新来爱护地球母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应用道德经的智慧呢，我们本身先深入学习，然后体会到宇宙的因果律，我们真正懂得爱护生态环境之后，这整个的地球生态环境得到保护，极端性气候就可以快速化解。
如果人类还人类不学 这些优质文化，继续追求经济、追求资本、追求金钱名利的话，那这个地球就会被人类把它破坏到不能用、啊、所以把道德经推展开来，让世人明了我们要怎么样去从根本来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啊、再来，那刚才讲的是从根本宏观的立场来看，现在这里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已经形成忧郁症、躁郁症，那这样你讲那些的话，他们会觉得好像不切实际、啊、当然我们要治本也要治标，这些形成忧郁躁郁的人呢，我们一方面当然也让他们多多少少听课程、啊、让他们，因为当他学习道德经妙解的课程，还有修身养性净化心灵的课程，引领他们逐渐接触大自然，逐渐重新认识大自然，让他们的生命能够透过认识大自然跟我们生命一体之后，然后他们多接触大自然之后，然后逐渐找到天地父母对我们的厚爱、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大爱，人就会逐渐越来越安心，他那个忧郁躁郁就会逐渐的化解。还有很多忧郁躁郁是因为关在都市里面、关在市区里面，而如果让这些人他们能够有机会多接触大自然、啊、住在乡村，住在可以自己动手用自然农法，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杀草剂，然后有一块田地好好的在那边做一些耕种，体验大自然的养育，他实际去做之后，他会越来 越高兴越快乐。你关在都市里面，你会容易形成忧郁躁郁、啊、你回到乡村，在田园风光好的地方，你自然的心情就会快乐，又做一些自然农法方面的工作，又能够吃到健康无毒的食物，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个治标方面对于忧郁躁郁它会有很大的改进改善。当然如果他有道德经妙解这样的课程的熏习，他就更容易融入，更容易化解那些问题，能够治标也能够治本。 OK 好、谢谢好，感恩郭老师的解答。希望人类、哦、真的要早日觉醒过来、哦、重新认识大自然，爱护我们的天地父母，爱护我们的环境，生态环境、哦、感恩郭老师。第三个问题是我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说一定要体悟无我才能来到一体世界？如果是，那要如何体悟无我呢？郭老师，我先讲一下我的情况，可以就是说我学习的过程，郭老师你可以指点一下吗？就是说我本身呢知道说我们一定要来到无我才可以来到一体意识嘛。然后呢每次讲到无我、哦、我又不知道要如何去来到无我。然后我也知道说那个就是说如果要当化自我的话，就是要抓住这两个核心啊，就是第一就是支撑我生命存在的必要元素，和第二就是与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切，就是地水火风空啊。这方面就是慢慢的把我的那个自我淡化掉嘛，这样淡化要来到如何来到那个无我，然后进入那个一体意识啊？我的问题是这个。好，这也是因为他们有将近十年这样一个学习、啊、也超过十年了。马来西亚有不少人他们已经有超过十年这样一个学习基础，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也算是比较深入啊。
好，我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哈。当然你刚才讲的这些是不错，也是我以前有讲过的一些方法，不过一般人还是容易头脑观念知道，但是要真正做到不容易哈。我今年上半年前几个月从五月到八月陆续有重新讲讲出两个系列的课程。第一系列就是道法自然，世事本无碍，也就是把世事本无碍重新再讲解一遍，这一次用深入浅出的方式重新讲了之后，现场听的人他们都觉得哇，比以前容易懂，而且容易体会到，容易应用啊。这一套课程现在正在制作之中，大概在两个月左右会问世，会出来和大家结缘，这里面就更具体的叙述出来。好，我现在直接讲这个重点，因为要来到一体世界，对，是要来到无我才能够真正来到一体世界。那我现在重点讲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本来就处在一体的世界，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本来就处在一体的世界。所以如果我们不制造问题的话，本来就没问题。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一样啊，活在冲突对立不断的情况啊，活在痛苦啊，活在焦虑不安啊，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自我意识在作祟，在梗阻啊。在重新讲世事本无碍的时候，我一样都有把它做一些归纳啊。我们本来就活在一体的世界，我们本来就活在一体的世界，但是那个自我意识，它就一自我意识一出来之后，它就要制造种种对立。自我意识一出来之后，它就要制造人我是非，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我是正人，正义之师，我是正人君子，别人我看不惯的人，他们都是坏人。自我一出来，它就制造对立，制造苦海。这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当亚当他吃了那个所谓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果实之后，他就被赶出伊甸园，而落入所谓的苦海。事实上那只是一个表征，讲的就是当你起了你的自我意识一出来，你起了那些二元对立的观念，起了那些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起了那些二元对立观念之后，你就从天堂的世界落入了地狱，也就是从一体的世界，你那个自我意识把它割裂，把它厮杀分裂。那你厮杀分裂越严重，你就落入所谓的苦海啊。所以这次再重新讲世事本无碍，都有把这个过程，人是怎么样从一体世界，然后一直的分裂厮杀到后面因为他觉得那个不是我要的，这个不是我要的，那是坏人那个是恶魔这个是地狱一直的分裂，所以这些都不是我所要的，结果把一体世界呢缩小缩小到后面，剩下在一个可怜的小角落。这个小角落呢，因为他所要的他所希望的就是剩下一个小角落，结果呢外面呢都变成苦海，就形成苦海无边。所以要知道苦海就是那个自我意识所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清楚了解哈，本来我们就活在一体的世界，本来我们就活在天堂极乐的世界，本来就是，但是就是那个自我意识它就是排他性，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容纳不了异己，结果呢
就制造出种种的对立，就陷入所谓的苦海。哦，所以我们说要来到无我才能来到一体的世界，是这样讲，但是呢，真正的重点就在于你有自我意识，你就制造二元对立，你就制造苦海。自我意识越强，你的主宰欲越强，你的苦海就越大。好，大家清楚了解苦海是怎么产生，那你就知道，那我们怎么样回到一体的世界，怎么样才能够回到一体的世界？核心就在于你什么时候让那个自我意识彻底消融掉。问题是说我们一定要来到无我，对，无我问题那个过程核心就是你什么时候让那个自我意识彻底的消融。当自我意识真正消融，一体世界就现前，天堂极乐世界就现前。所以真正修行的过程，真正修行的过程，你要得到安心、解脱、快乐、自在，那个核心就在于你什么时候让那个自我彻底消融。自我彻底消融就是来到真正的无我，那整个修行过程就是在事实上就是在淡化自我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断诸结缚，也就是老子所讲的为道日损，是我们自我用很多错误的观念之见、身见保护自己、排斥他人，制造种种分裂对立，制造苦海。好，你了解了苦海的制造出苦海的真正根本问题核心之后，那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样针对这个核心来化解了。所以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无我，你就能够来到一体世界，但是那个核心就是你怎么样真正脚踏实地的来淡化自我。当然你要看到我们那个自我意识它就是制造出很多的苦海、很多的对立。好，所以你就愿意心甘情愿的来回来淡化那个自我意识。你自我意识越淡化越缩小，我以前讲课有讲到那个数学公式，那个分母越缩小越小，你后面得出来的结果呢就越大。当分母也就是那个小我，那个自我它来到后面真正的消融，真正的成为零的时候，零除以无限大除以一，不管上面数目是什么，后面它就无限大，那个就是一体世界。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好好体会，你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得到真正的快乐，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把那个自我意识彻底的消融。当然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它没办法一下子马上真正完全消融，那是一个淡化的过程。当你真正逐渐放下自我，你就会觉得哇，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心中没有敌人，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家人。好，你真正淡化自我，你就会体会到那个所谓的天堂净土快乐，而一体的世界就逐渐的现前，就这样。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怎么样让那个自我真正彻底消融？这个就是也有治标的方式，也有治本的方式。治标就是用十八般武艺，各种方法来对付、来对治，但是他没办法真正让自我彻底消融。有违法，用各种方法，那还是一样用自我去抓取一些方法来练功夫。他虽然有治标对治的一些作用，但他没办法从根本，因为
根本还是那个自我在操作啊。所以当然这是都是要经历过的过程啦，因为自我他没有完遍十八般武艺，他是不甘心的，没有让他去玩十八般武艺，他是不甘心的，他的苦吃得不够，他不甘心啊，所以这也是要 让他经历过。但我要跟大家讲，最后真正能够让自我彻底消融的，唯有道，唯有法界，唯有大自然。任何的人，任何修行成就再高的人，在什么神通广大的人，他没办法让一个人的自我消融，唯有道，唯有道，唯有大自然。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只有我们生命的源头能让那个自我彻底消融，就这样。所以为什么从2013年年初开始之后，我们就后面就逐渐以推广《道德经》为主轴，因为这方面能够让大家站在很客观的立场，很清楚地了解宇宙的运转法则是什么，生命是怎么来的，道，真正的道是什么。你了解生命怎么来，然后你就能够知道那我生命的究竟归处在哪里，还有去体会到大自然的大智慧。那个自我一方面他找到生命的源头原来就是道，一方面他又体会到原来道大它是含有大智慧，高科技大智慧。所以自我到后面他因为被道的大智慧，被道的奥妙彻底把那个自我震碎消融，自我他唯一能够让自我消融的只有道，他只会臣服，真正臣服于道啊。所以为什么我后面尽量扣住这个核心，让大家体道悟道行道，那你才会真正的扣住这个核心之后深入，那是最直接最快能够找到生命源头，了悟生死大事，自我他安心自在，他就会彻底的放下，彻底放下自我意识，那你随时都是处在一体的世界，快乐的世界，就这样。 OK 可以吗？好，可以可以，谢谢郭老师。只是说我发现到我那个字我不敢放，也不愿意放，就是苦在这边不愿意放哈，是因为 苦还不够了，是继续吃苦啦，对吧？一个是苦吃的不够，第二个就是对道的认识还不到位了。嗯，所以苦吃的不够，那云美你也可以多抓一些苦来吃啊。很苦了啦，可以请其他同学多给你境界啊。有啊，很多境界来了。哎，可以了，谢谢郭老师。大家要一样，就是要认真的学习啊，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提携啊。好，OK。好的，感恩郭老师的解答。现在我们来到第四题哈，第四题是问题是如何用心灵与道连接？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位干部问的哦，现在我们有请子业学长自己来再讲一下你的问题。郭老师，先生的家人，澳大利亚的家人，马来西亚的家人，晚上好。好。想请教郭老师一个问题，如何感受到真正的与道连结，与道合一？因为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发现哦，与道连结或者我与道的密切关系或者
心灵的源头，我感觉到都是头脑之间上的懂，并非真正感动到我的心灵里，因为没有那个震撼感和惭愧的心，所以我就依然站在比较中心的位置，用平静的心态慢慢的学习活在当下，因为我现在也有学习开发明觉，在练习住，是不是朝住这个方向，慢慢的就会淡化刚才郭老师所讲的淡化自我，就总有一天就会突然间就会可以一道连接了，朝着这个方向走，对吗？对的，对，对咯。谢谢郭老师的回答，感恩郭老师。好，现在我进一步再做一些补充哈。如何用心灵来与道连接啊？因为刚才这位学员，当然他们也很认真在学习，也都练习的在做啊。一般人学习什么课程，还有连学习《道德经》，一般人的惯性都是用大脑在记忆、在理解、在推理、在思维，这就是普世的现象。大家进入学校学习，背诵什么、理解什么、考试作答，这个都是用自我在运作，用大脑在运作，很少人来到用心灵。但当然儿童小孩子他们没有被污染的情况之下，他们都是用心灵在生活，用心灵在运作的。所以为什么小孩子他们快乐特别多，天真活泼可爱，儿童婴儿他们是活在用心灵生活的情况啊，但是成长的过程是被大人逐渐的教导引导到落入大脑的层次，然后强化那个自我意识。因为宇宙的真理道，它是只有在当下现在这个又要回到前面我有讲那个世事本外的课程里面有提到哈，宇宙它是没有时间相，只有当下，只有现在。地球上的万物，除了人类之外，除了人类的大脑之外啊，地球上的万物都是活在当下，活在现在。所有的植物都是活在当下，活在现在。各种动物也都是活在当下，活在现在。人的肉体也是活在当下，现在。但是人的大脑意识却是一直在作怪，自我意识它就是 靠这个大脑的思维、大脑的意识，然后在那里运作。而这个自我大脑意识呢，它就是很难安住当下，它就是跑过去、跑未来。你这个心，你这个大脑一直在跑到过去，跑到未来，它没有跟眼前当下的真理实相对焦。所以不管你多背多少的经典，不管你什么饱学多闻，或是哪几个博士学位，那些都是用头脑之见在学，在记忆，你学的也都是过去的观念之见，你学的是一些方法。真正的真理实相，它是当下现在。那一般人他要想说那我这样要练习活在当下，好，练习活在当下，最初他会遇到那个无常变化，哇，那个当下都是一直刹那的在生灭变化，生灭变化，所以他把握住掌握不了，所以又绷得很紧。很多修行人他想要练习我要活在当下，当下力量很大，
我们要怎么训练活在当下？结果像那个武林高手，武林高手他们都训练活在当下，他们要很警觉。所以要练习活在当下，理论上是不错，结果呢又是用自我在修，用自我在做，结果呢又是修得很绷紧。所以很多人他们在丛林里面，在那里精进用功打坐修行听经闻法，但是修个二三十年还是一样，没办法来到真正的安心快乐。很多人修行之后，结果身心绷紧，修到后面成了一种扑克脸孔，绷紧，修到后面不敢笑，不能笑，也不会笑。像这个都是因为他用自我在修，他一直抗拒那个无常变化，想要掌握活在当下，但是呢掌握不了，所以 身心就绷得很紧。这个就是活在 他的当下，是活在那个无常变化刹那生灭的当下，他活得很苦很紧。好，我们要逐渐体会到，这一次我在重讲四世本外里面就有把这个再仔细再解析。宇宙大自然真理实相只有现在，只有当下，你不要用大脑意识去追，要去把握那个当下，不要用这样这种方式，你就是开发心灵的觉知。真正开发心灵的觉知，它是放松的，错误的活在当下，那个当下它身心是绷紧的，正确的活在当下，他身心是放松的。那为什么一个人他能够放松，另外一个人他练习当下却是绷紧呢？主要关键还是在于他对大自然有没有了解。一般人他训练活在当下，他对大自然不了解，对道是什么不了解，所以他只是用一些法门然后拼命在那里修，不知道说这个山河大地就是道，不知道这个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他否定眼前的，然后用自我努力在修，要修出那个活在当下、哦、所以他身心绷紧不安。那一个人他能够来到用很放松开发心灵觉知活在当下，那是因为他已经了解道遍一切处，道从来没有片刻离开过我们，道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所以他清楚的知道大自然的一切就是道，大自然的一切就是我们的天地父母。当他观念心态正确了解之后，这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放松。当然在这个过程他是要开发心灵觉知的，开发出心灵觉知他才能够体会到真正的道是什么，开发出心灵的觉知他才能够逐渐活在当下。因为我们正确的引导开发心灵觉知，那是要放松轻松，放松轻松你才能够活在当下，活在当下你才能够跟真正眼前的真理实相同频共振。这样了解吗？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恢复了清净的状态，恢复了心灵状态，用清净的心灵、啊、然后跟因为你的真正的心清净的心灵那是在当下的，它只有在当下，所以你的明觉你的觉知你的觉性那是在当下。所以你只要恢复我们清净的心灵，
那他这是活在当下，你跟眼前的真理实相就会同频共振，那你前面又有正确的观念认知，正确的认知，你就因为对于道你很清楚了，你了解了，你就信任，所以全然的信任才会全然的放开放松，这时候自然就与道连接，与道融合一，也就自然进入一体的世界，这样了解哈。 OK， 好，感恩郭老师的解答，很好，也是最后也是要来到一体世界。 OK， 我们郭老师你还有时间吗？已经7:54了，还有三个问题，郭老师可以哦。现在我们继续第五个问题，我们继续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我们有请道清学长来代问。等一下，你们那边的有些问题现在听起来不清楚，是大问题吗？反正可以吗？有问题先讲，对方有问题可以。你是这样啊，我来提问郭老师。郭老师那边的线 OK 吗？那边的网络 OK 吗？我们这边正常。你正常，我不正常啊，原来是 OK 好，来到请请。好，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周道清，然后我提问第五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我的提问啊，我本身的提问。修行了好一段日子，内心平稳，但总是没有问题要提问郭老师。我的没问题是否也是我修行的一个问题？郭老师，这是我的题。 好，所以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通常是这样哈，有的人他学了几年，但是不敢提问，也不敢靠近我，也不敢来小餐，会有这些情况，当然也有。那有的人他就认为，反正我认真在学的，这个我懂了，我知道了，他从来没有小餐过，从来没有提问，也没有让我 来问我他有没有冲错方向，观念之间心态有没有问题啊？结果呢，他就自认为他已经学得很好了，然后就开始要跟别人讲什么讲什么，结果一讲呢，很多观念之间是错误的，他自以为是的认为他懂了，从来没有提问，也不敢让我讲他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一般人有的是面子的问题，放不下面子，还没有准备好要当学生，当然我不是专门讲你啦，我说一般人啦哈，他没有还没有准备好要当学生啊，所以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以出世间法而言，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你没有真正做好要虚心学习，出世间法的老师不会出现。再来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自己虽然有在学，但是还不够用功，还不够深入，所以问题还没有出来。如果你真正很认真很积极，你真正用那一种用生命在渴求，在学在修，那你就会碰触到深层的很多问题出来，这时候你愿意虚心学习的话，
有因缘，良师益友就会回馈你，协助你。所以第一个就是要真诚真心学习，愿意当学生学习。没有出世间法方面，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因为这个事你还没有准备好，他没办法给你什么。不是说不给，给的只是能够一般的。而如果你准备好，你有魄力有决心，你用生命层次再学，他就回馈给你生命方面的智慧。你用头脑之见再学，你学到的是头脑之见方层次的智慧啊。所以我觉得道亲不错啦，以前没有问题，现在终于有问到一个问题啊。这是表示自己要去 反观为什么自己以前都没有提出问题，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不错啊，好，跟你做这方面的回馈，谢谢老师。所以我刚才我已经有提出哈，就是要真诚真心的学习，然后要真的愿意当学生。不是我要当老师哈，不是我要当老师，而是要真诚真心的虚心学习，要处下，你才能够学到真正的智慧。你才能够学到真正的智慧。OK， 好。感恩郭老师的解答，真的，真的有时候会发现到自己没有问题哈，可是也是最大的问题。感恩郭老师，郭老师你还有时间吗？还有两个题目，答案有两个问题。好，先在一个问题，先。OK， 好，一个问题先。一个问题先，好。现在我们是 第六个问题，我们有请特佩博士来代问。郭老师，我代问，帮一位家人代问了。这个问题是，做什么事是世间法，要怎么做才是出世间法，做跟不做之间要怎么得到平衡呢？怎么得到平衡，这个需要学到智慧啊。问题是你要清楚了解什么是世间法，什么是出世间法。我用比较白话来讲哈，地球上的人类是活在三次元的世界，而人类的惯性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在运作，人类的逻辑观是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在运作。像达尔文的那些观念，那都是标准的二元对立。这些观念呢，它就会制造种种冲突啊。所以一般人他不知道，他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在运作，而这种观念呢，他就是他要成为强者啊，怕成为弱肉啊，所以他会要不断的强化自我。当今西方世界形成的那个教育观念，很多都是不断的让你强化自我，强化自我。好，所以这种强化自我的观念已经普及全世界，成为教育的主流，这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导致今天的世界冲突对立越来越严重？为什么极端型的气候灾难越来越多？那都是因为人类用强化自我的观念，然后互相的对立、对抗、厮杀，消耗地球更多的能源。正确的教育是要让人类朝向我们是生命共同体，我们是一家人，那是要淡化自我的啊。好，所以刚才已经有稍微讲出什么是世间法，什么是出世间法，现在再继续
讲详细一点哈。所谓的世间法，就是你用这个世界的这种惯性思考方式，用这个世界的逻辑思维方式在运作，而这个世界普世的思维方式就是强化自我，用二元对立在运作。而这种强化自我，它就是怕输别人，所以它要巩固强化自我，然后它就要抓取更多的资源，内心空虚不安，它不是解决内心的问题，因为它被引导到一直朝向物质，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结果呢，抓东抓西，抓名利权情，抓权势。好，进入修行界呢，抓偶像崇拜，搞偶像崇拜，抓大师，当大师的呢，抓信徒，抓道场，这些都是属于世间法的运作，这是在抓取凝聚更多他要的资源，来壮大他的事业。世间人形成庞大的集团，宗教方面也形成庞大的宗教事业，结果形成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然后互相的在排挤，这个就是所谓的世间法。你用世俗人的这一套观念在运作，强化自我，然后要成为强者，然后壮大自己的声势，要抓取各种名利权情，这个就是所谓的世间法。很多人努力求学，求学结果他被灌输的就是向前，金钱的钱呢，向前看齐，结果他的人生就越来越现实，他的人心，他的良心逐渐的沦丧，一直在追逐名利，这个就是冲向所谓的世间法，一直在世间法里面浮沉打滚，到最后一场梦一场空，就这样啊。好，那什么是出世间法呢？你了解前面那个世间法，就是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在思维在架构，强化自我，排挤他人啊。好，反过来，你反过来，这个就是这边，这个是世界的主流意识朝向是这样的方向，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在架构，我们现在不要在这个世界跟人家用二元对立在思维在争名夺利，我们跳脱出来，跳脱出这样的水平，这个就是出离这个世界的一般人的思考水平，这个叫做出世间。我现在概略讲这样，让大家可以了解一般世间人他的思考水平是这样啊，就是二元对立，强化自我，追逐名利权情，到后面一场梦一场空。我们现在呢，你希望我不要在这样的水平里面运作，我要跳脱出来，这个就是出离这样的世界思考的水平，跳脱出来，这个叫做出世间的思维。讲白话一点，就是人类现在惯性是用三次元的思维方式在思考，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在运作。好，我们从跳脱出三次元这样的惯性思维模式，提升到更高次元，提升到更高次元，不是说哦，我武功越厉害，武器越厉害，不是那些，是我们的心灵品质提升上来了，也就是我们逐渐的淡化那个自我，我们朝向淡化自我，朝向不要对立，学习着超越二元对立，
学习着用高等的心灵品质来运作，学习优质的文化。当我们逐渐学习高等的文化，你体会到，哇，当我们淡化自我之后，当我们学到柔软，学到道德经的智慧之后，你的惯性思维就会逐渐的淡化了，你就会学到高等文化，高等智慧，然后你练习的去做，你就会体会到，哇，当我们放下那种对立的观念，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宽广，我们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好。以前在家中总是要强势要主宰，结果造成家庭里面的对立，造成家人的痛苦。现在我们学会淡化自我，学会柔软，学会尊重家人，你感受到，哇，家庭的气氛越来越和谐，越祥和。所以你就体会到，原来这个就是迈向出世间，出离这个世界一般的水平，学习淡化自我，然后心胸度量视野打开，格局打开，你就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安心。一般人一直处心积虑在追逐个人的名利，我们现在学到高等文化之后，我们不去跟别人勾心斗角，不去那里尔虞我诈，我们把生命用来多奉献付出，多行善积德，多做利益人类利益他人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唤醒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方面我们也有使命感，协助更多人提高心灵的品质，协助更多人生命的觉醒。这个就是迈向出世间法，也就是迈向高心灵的世界。好，跟大家回馈到这里 ，OK， 好。好的，谢谢，感恩郭老师的解答。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吗？啊，郭老师。好，我看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哈、啊，因为你们已经十点多了啊，你们已经十点多了，时间也超过了哈、啊。嗯。我想。让大家今天大家就到这里，没有回答的问题，你们下一次还可以继续提出来。下个月尾，这样我们就感恩我们的郭老师。好，我们下个月尾再见，感恩郭老师，再见。那就这样哈，好好，再见，谢谢，再见，感恩郭老师，谢谢老师，拜老师，拜拜。好好，再见，拜拜老师。好好，再见，哎，再见，再见。